出发钓鱼了。哎呦，从这个河里面出发，现在到了一个自流，就进去一个泻湖。泻湖听说里面有大鱼，我们就进去泻湖里面探一探呗。啊，这里的河水都是黑色的啊，黑色的河水。这个船工前面穿的是马来西亚萨劳越选举的衣服的，真奇怪，感觉好像在马来西亚。掉了4D，就是这种情况了。这种地方好呀，我就喜欢这种地方呀。船不好，船不好。最后一个啊，鱼群在那边，你抛一竿就中鱼了。我不信，真的不。第一条车给你，漂亮吧？哎呦呦！就是一直在养我们的，就是这种啊。说的是那。好，第一条雷龙鱼啊。拜拜。